11月22日刚宣布离婚不久的郝蕾现身机场被拍，当天郝蕾身穿黑色连帽卫衣搭配黑色裤子，戴着口罩帽子遮面，包裹得特别严实，而且身材看起来圆润，这也是她官宣离婚后首次现身。在她身边还跟着一位男伴，男伴全程推行李箱，身穿军绿色大衣，身形微胖。离开机场后，郝蕾到达酒店，独自一人去办理入住手续，不见男伴身影。她摘掉了口罩，脸部看起来非常臃肿，比之前大了好几圈，双下巴也特别明显。之后来到了餐厅吃饭，她与那个男伴面对面坐着，有说有笑的，看起来关系很不错。此前就有媒体拍到了郝蕾与一位身材发胖的男子同回住所，甜蜜庆生的画面，疑似是新恋情曝光。20日郝蕾工作室就宣布郝蕾已于几年前离婚，声明中表示，我与孩子爸爸的婚姻止步于几年前，没有狗血的原因，也没有所谓的性格不合，缘分这件事是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，如今两人已经离婚，祝愿各自安好吧。